区还叫做内湖轻工业区，那在陈水扁市长时代得令的。我们看了以后觉得真的不能再等，赶快把它变成内湖科技园区，而且呢跟南港软体园区一样，内湖南港是台北双星。那各位可能都不知道，我上任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两岸之豪，这是谁建议的？内湖科技园区。那时候我说我一定努力来做，做到你们早上七点钟飞机到上海，九点多钟到了，然后听简报，中午跟客户吃饭，下午看工厂，晚上五点钟坐飞机回来，到台北七点多，不但可以回家吃饭，爸爸回家，妈妈回家吃晚饭，还有呢，可以出去倒垃圾，所以把我们这个都已经想到了。还记得哦，我2006年离职的时候，各位送了我一个纪念牌，上面写着内科之父。我放在家里面，很多朋友问你是肠胃科还是胸腔科，我说什么科都不是，我是内湖科技园区，这是我们感到很骄傲的事情。也希望看到一些过去的环节，我们00啊，他当初是非常重要的开创的理事长，建立了很好的传统，让大家团结合作，想向前迈进，日新又新，对不对？